近还好吗？ Hola， 好久不见啦，今天忙不忙？想和你分享，我遇见一个女孩。好巧，我也遇见一个女孩，让我想定下来。她有最真的笑容，最美的想法，我100分的女孩。那个女孩留着长长的头发，穿着白色的衬衫，很专心听我说话。她的身上有着淡淡的玫瑰花香，她分析着我的笑话，谁也不应该重回她的倔强。那个女孩说男生不要太帅，但脾气不耐太坏，会唱歌的男生最让她崇拜，开过笑就停不下来，眉毛数字会读到一半，没想到我们会喜欢同一